曾留烛台，你却不再回来，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，谁愿你知不知道高丽天回来了？不要再跟我提高丽天的事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他回来过，但接着又跟着童静一起走了。啊？黄平昭死了，他陪着他一块上城里黄家去了。啊，这样，那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他也再没有办法拒绝青姐姐了吧？小姐，我时间不多了，我特地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。如果你还在乎他，我只在乎小喜在天上过得好不好，我只在乎我爹的病有没有好一点，我只在乎我弟弟能不能上学堂。你看我把单公公的家打理得多好啊。小姐，你整天都说要干干净净的过一生，但你可知道爱情并不肮脏，天地间最干净的一个字就是情字。二奶奶上路了。小姐，人总得恋恋活在红尘里，才能不虚枉此生，懂吗？我走了。小婶婶，小婶婶，你喜欢他？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是因为他让我知道女人也有争取幸福的权利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清清白白，不是奸夫淫妇。那就让我们清清白白的分开吧，我的身体我的心都一直为你守着，这样不也是真正的清清白白吗？天哥哥，小姐，你知不知道高丽天回来了？不要再跟我提高丽天的事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他回来过，但接着又跟着童庆一起走了。啊？黄平昭死了，他陪着他一块上城里黄家去了。啊，单公公，你，啊不，大哥，您回来了。办完事儿，我就连夜赶回来了。小金，深更半夜的你何苦还干这些个活呢？这种粗活我可以叫人来干的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
你心里还是有恨，对不对？他并没有回来。怕他没有家，我在这儿安置了这么大个宅子，怕他不肯随我住，我亲自到童家要了他最喜欢的人，在这儿等他，怕他心里有芥蒂，不敢高攀，我是人前人后念他为我挡的这一枪，怕这怕那，一切都为了他，他却全然不往心里头放，又随同庆而去，我这一切值得吗？他竟是如此的轻忽我对他的一片用心。大哥，我我吓坏你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我。小静，我并不猥琐，只因身世坎坷，为了家计净身入宫，我并没有仗势欺负过人，也没有害过人呐。大哥，我也并不要人同情。啊，天晚了，你回房休息吧。李天，有你在，他自会来的。我和平昭感情一直不好，皇家早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他们只希望我能对亲友有所交代，要我等法事过了之后再回去。那是应该的。厉天，你会等我吗？你只管在皇家为平昭守丧，我会等你的。不，我是说，你会一直等我吗？等你为平昭做完法事，我再陪你回清河。然后呢？然后各奔前程。能不能一起奔前程？当然不能了，你现在还在替平昭守丧呢，怎么可以对另一个男人说出这种话呢？同庆，你不能对平昭不敬。如果平昭在世的话，他也不会在意这所谓的敬不敬，对吗？同庆，我不爱你，再等上一百年我也不会爱上你的。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了你我都没有见我娘最后一面，平昭为了你客死他乡，难道发生了这么多以后，你还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带着房你去奔前程吗？天哥，小六，小六，你说宋少川？他为了接那封信，竟要置我于死地，杀我灭口。可恶，他简直不是人。他以为我死了，就在树林里挖了个坑把我埋了起来，苍天有眼，我又爬了出来，可是我再也不敢回清河了。小六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拖累你了。不，天哥别这么说，是我没帮你把事情办好，连封信都送不到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他劫了信，杀了你，无非是为了隐瞒内夜的真相。他势必不会让我活着回来见大叔的。当我进去的时候，平昭已经被刺，他已经奄奄一息。我没有杀他。那个黑影就是他。那夜，他以为房中的人是我。所以他就，小刘，
我对不起你们，这笔债我一定会替你们讨回来。大哥，嗯，大哥，我有事儿。唉，也该有事儿了，要不然我怎么听得到这声大哥呢？大哥，你听我说。你住嘴。大哥，我知道我不对。你知道个屁，有事儿啊你来找我说。这宅子整理好这么久了，就等着你回来。你回来过吗？啊，你回来过。上回吧，被季家赶出大门又进不了童家的时候，你是来过。风头一过，翅膀掸一掸，你又往外飞了。你把我这儿当做什么了？你 我从大牢里把你救出来，转眼又不见人影了。你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我。大哥，厉天不敢。我要你的不敢做什么？我要你心悦诚服地贴近我，心里念着我，就像亲兄弟手足那样。可是我有我的苦衷啊，大哥。哼，你的苦衷跟我无关。既然你对我如此凉薄无情，你的苦衷你就自个儿担着吧。我出门了。大哥，大小锦，哎，避讳什么呀？往后这辈子，你能堂而皇之牵手走在路上的男人，也就只有公公我了。哎，看看要买什么。胭脂、花粉还是头巾啊？大哥，我想回家了。我不回去，我就要在外面逛逛。哎呀，您都逛了大半天了，也该回去了。哎，回去回去，也就你惦记着他，可人家从来没想过你嘛。干嘛他一回来，我们就不敢出门了？哼，我就要让他好好的等着。他不会等的。嗯，我住在那儿，他怎么敢明目张胆地留下来？再说他现在跟亲姐姐的关系不同了，他应该避讳避讳。嗯，回去吧。来，厉天，厉天，厉天，厉，哎，他真的没有留下来呀？为什么你都留不住他？难道你在他心中的分量竟然抵不上一个同庆？现在反而因为你在这儿，他倒不过来了。大哥，你要我回童家吗？啊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哥，我知道你关心厉天，我也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如果用我来把厉天留住，我们三个人都会很痛苦的。有什么痛苦的？他没有家，我一个半截入土的人，你在童家也不快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彼此在一个屋檐下作伴，日子只会好不会坏的。大哥，你见多识广，人情练达，为什么你却参不透这层道理呢？这种快活是假的，就算我们三个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他能够真心对你吗？我又能够属于他吗？
你又能够真心的希望我和厉天相爱吗？都是不可能的，到了最后就是三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做戏，假装我们是亲人，假装自己很快乐。大哥，在童家我看够了虚伪，表面上是一家人，关起门来却各有各的肮脏事。你少拿我这儿跟童家比，我对厉天的关心是真心的。那你就去找他呀，像个大哥一样的照顾他，不要用我来让他接近你，你要的不就是这份真吗？可是我那样严厉地训了他。哎呀，你是大哥呀，你训他两句也是应该的呀，去吧。啊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在湖边那儿的。小姐，哎呀，去吧，去吧。原来小景在大哥那里，那童善群他怎么会放人的？单福安去要人还有要不着的吗？厉天哪，你嘴上叫我大哥，但心里边总是跟我有距离，我有时候想想真是心寒，真不知道该把我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。说吧，这回又有什么事情了？是不是黄平昭家里追究起来了？不是，宋少川。宋少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再来，大家精神一点，咱们是马队，可不是做针线活的。来，预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大家利索点，我们这是马队，不是做什么绣花针线活的。再来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娘，大家歇会儿吧，累了一上午了，喝点水去吧。好，你也累坏了吧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带弟兄啊。你海清说啊，让我别再过来了，他说让你放手去干，他说让我跟他一块享清福去。娘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你海清叔最近呢一直很开心，他一直都在夸你，这两天他还说要选个日子正式收你为义子呢。娘，不着急。怎么，你不是很在意这个吗？只要大叔心里有我，至于头磕不磕也就无所谓了。真的想开了，真的不再介意高丽天了吗？如果他再回来呢？好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我是说就算他回来也挺好的，现在马队上呢正好缺人，他回来岂不是更好？你真的不介意他跟你争宠啊？你海清大叔他……娘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什么争宠啊，我又不是娘们儿，只要我做得好，大叔自然会喜欢的，以后我们俩良性竞争，最终受惠的还是马队。好样的，真是我的好儿子。走，喝茶去。好，走。所以你要我现身在季海清面前戳穿的？对，那天晚上宋少川敲锣的时候，大哥您是亲眼所见，我要让大叔知道宋少川的真面目。我觉得这事不妥，为何季海清要相信我呢？谁都知道你我是结拜弟兄，而你和宋少川也素来不和，难道没有可能我替你做伪证打击宋少川吗？那就拿他没辙了吗？宋少川为了这件事情还伤了小六，杀了平昭。对了，大哥，小六也可以作证啊，他可以指认宋少川的。一样的意思，小六是跟你的人，
再说黄平昭吧。可是你亲眼见到是他宋少川杀的人吗？这事儿硬是要掀开来，恐怕要把同庆拖下水。你欠同庆的还不够吗？万一惹恼了同庆，他抖出你和方景的事儿来，那你怎么对待？不可以这样的，这太没天理了。天理？天理在天上。人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只有爱恨情仇与恩怨纠葛。小六的伤，黄平昭的死，都是命呐。一个命字，就可以解释他们的无辜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冷酷？那是人命啊！就因为你是个公公，你就不敢说、不敢做、不敢挺身而出了吗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公公，我也有过热情，也有过勇气，我也知道命是贵的，情要珍惜。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连我最相信的小兄弟也可以这样不屑的轻视我、教训我。我老了，我没有力气再去大悲大爱了。管他谁伤了谁，谁又杀了谁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是吗？好在你我还都很平安，我们过自己的日子。我把你喜欢的方姐接回来了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块儿，关了门就是我们的天下，爱怎么乐就怎么乐。你们都是我的人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的心里已经扭曲了，你已经做了半辈子太监了，你要让我变成跟你一样吗？你扭曲的不仅是你的身体，是你的心理。你的心已经死了，可我的还活着，我不能跟你一起陪葬。李天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这样残忍地对待我。是你对我残忍，我不过让你做一件一个人该做的事情，可你呢？你只关心你自己，你只关心你自己的私欲。单福安，你比他们更可恶。李天，你会后悔的。这批货我想争取一档，可省时间又少损耗，所以我们需要疏通。嗯，行啊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。啊，李天哥回来了。啊，哎，赶快赶快请啊。哎，李天回来了。李天，太好了。云姨，赶快通知厨房做一桌好菜，我要跟李天好好喝几杯。是。大叔，我今天带了个朋友过来。哎，在哪儿呢？赶快请啊。进来吧。这位是？大叔，云姨，我是小六啊。小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大叔，如果你想知道小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你问问宋少川吧。小六，你不是跟李天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哼，你应该问，你怎么没有被杀死？你怎么还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是吗？你说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什么死啊死啊？大叔，两个月前宋少川他劫走了我托小六给您的一封信，他把事情败露，他就要杀小六灭口，他又怕我回来揭发他，他就一路跟踪我，没想到他错杀了黄平昭。你胡说！高丽天，
你一次次给少川穿小鞋，我都忍住了。你现在用这么大的事情来诬陷他，你说，你这次回来有什么目的？我回来的目的，就是揭穿宋少川的真面目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小六就是证据。宋少川，你敢不承认动手杀小六吗？我不承认。如果是我真的动手杀他，他根本就不会活着回来。正如你说的，如果我单单是为了那封信的话，根本不用我自己动手。因为你心虚。你很清楚大叔在怀疑那天晚上敲锣的是谁，你怕大叔知道是你，所以当你看到我给小六的那封信的时候，你情急之下我就怎么了？我就杀了他。哼，李天呐，我问你，倘若此事是少川所为，那么两个月来小六何以不现身呢？既然小六他还活着，为什么他不来找我讨个公道呢？大叔，我小六他害怕，他不敢留在清河镇，他怕宋少川再毒害他。哦，这么巧，那他非要等到在外头碰到了你，让你领他一同回来吗？大叔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李天呐，在感情上我很愿意相信你，但是这件事情事关人命，不是一个情字就可以拍案定罪的。你指控少川的事情我没有看到，你也没有看到，你让我怎么相信呢？小六看见了，单公公那天晚上也看见了。小六和单公公跟你，一个和你情同手足，一个呢是你义结的金兰之交，都是你亲近的人，我怎么全相信呢？没想到真的被单公公给说中了，你不相信我？眼见为实，我只看见少川他一心一意的为了季家，我只看见少川他多么殷切的盼望着你回来，我相信谁呀？我相信你说的，还是相信我看见的？李天哪，你走吧，鸟栖高枝，你翅膀硬了，我们季家容不下你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李天，李天，留下吧。刚才大叔讲的都是气话，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误会，我向你道歉。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！杀了你！干什么？够了！他犯了什么罪要受你打呀？他是像你一样忘恩负义吗？是像你一样血口喷人吗？我从来没有打过你，今天是被你逼的，被你逼的。大叔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小人。滚，离开我们季家，滚。去喝的，喝这么多，来，坐好了，我给你倒点水，喝点水。哎呀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，大哥？来，喝着。他不肯随我回来，他恨我，他恨我，想把你们俩留在我身边，他讨厌我，大哥，他嫌弃我。大哥不会的，他知道你对他好，大哥。他不知道，我在他眼里是个不男不女、冷酷无情的老怪物。
但我是为了他，保护他。为什么他总是不明白？小六没死，他也没死，为什么明明在他房里，在他的床上，我亲手杀掉？到底是哪儿出了错呢？不会杀我的，不是因为你慈悲，而是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君子。你想大家，尤其是季叔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的话，就让我这么死了，你不甘心？宋少川，你是卑鄙小人！哼，没有我，怎么能衬出你的高贵呢？我是小人，但是。我活得比你痛快。住口！不要替你的龌龊找借口。为了你的痛快，你对你兄弟下手；为了你的痛快，你杀了洪平洲。谁看见了？你看见了吗？我。高丽天，你错过了一次好机会。你刚才完全可以一刀把我刺死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报了仇，但你没有。之前没有，以后。再也不会有了，再见。我不怕你从背后偷袭我的，因为你是个君子，君子不会在我背后放冷箭的。像你那么卑鄙，我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气。如果你再不悔改，再为非作歹的话，我一定血债血偿。宋少川，命来！宋少川，你敢看天吗？老天在看着你，黄平昭也在看着你。我早晚有一天会替天行道的，你等着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起了吗？早饭已经做好了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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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没睡啊？哎呀，夜里这么凉，哎，快披上件衣服吧。你怎么这么烫啊？你是不是受了风寒了？来，快先躺下啊，小姐。你回去吧。也对啊，也许我回去了，丽天就愿意过来住了。不，不是因为他才赶你回去的。我想了一夜，越想心里越难过。丽天说我心里扭曲，说要把你们俩留在我身边是不正常的。大哥，你别介意他说的话。也许我在别人的眼里是不正常的，一个前朝的老太监，尽了身尽不了心，
断了子孙堂，断不了欲念的根。这些人表面上敬我三分，心里却对我不屑。不会的，大哥，大家都很尊敬您，德高望重的。得了吧，什么德高望重？你们都走吧，谁也别留在我身边。我一个人，清清静静，清清白白的过完下半生，没有人陪伴，照样过日子。你走吧。哎呀，大哥。走啊，你走吧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还死不了。有什么症状？就是体虚发热，酒后受了些风寒。啊，是邪风入侵。有盗汗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以后对他也不用避讳那么多，毕竟是个公公。太监也是人呢。啊，也对。越是对他们这种人，表面上越是要尊敬。我打心底对大哥就是很敬重的。你称呼他大哥？他准你这么称呼他？爹，你药方开好了吗？我还要配药呢。啊，难得你能讨得他的欢心。人都说单福安仗着财权势力骄矜自傲，没想到他还喜欢你。显然你们处得不错，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们处得并不好，他要把我赶回童家了。什么？慢着，你不是说你从心里敬重他吗？你看他生病了，你还来替他拿药，这不是说明你们处得很好吗？你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？小姐，单福安是万万得罪不起的，莫说将来童家的事业要靠他，就连以后你报请牌坊的事也要靠他大力顶住啊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对大哥是不是应该以诚相待，而不只是表面的敬重呢？啊，当然，当然。你有分寸最好，所以你暂时还不会离开单府吧？你看，都来为他抓药了。他究竟为什么要把你赶走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他心情不好吧。我配药去了。放你出去两天，回来教训起我来了。规矩。公公要赶我回童家，童家又希望我留在单府，究竟我该何去何从呢？真不想再回童家去了，那么虚伪的地方，明明都做错了事，可每个人表面上都还是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，真讨厌。究竟那天是怎么伤了公公的心呢？他俩不是好兄弟吗？天哥，天哥，来来，干喝！天哥，你别再喝了。哎，慢走啊！天哥，天哥，你别再喝了，你放开！天哥哥，天哥哥，喜少奶奶来逛市集啊，身体可好啊？挺好的，谢谢关心。我走了。哎，当心啊，天哥，小心点。哎，别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天。
哥，走开！天哥，你别喝了，你别喝了，走开！天哥，天哥，你不能再喝了，天哥，你告诉我，我高丽天现在不喝酒，还能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你说，风姑娘，九姐。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天哥哥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在你睡死之前把话说清楚，天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就算不能在一起，也要好好过日子，在山里，在童家，在季家，在马上，在天涯海角，在亲姐姐的身边。你答应过我的，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对不对？在任何地方，我的心都不曾离开过你，更不曾留在同庆身边。日子没有你，我没法好好过。天哥哥，敢对你讲话这么放肆，你没好好教训他呀？他讲的话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句句合规矩，我能怎么教训他呀？态度不温顺，不讲规矩，就得教训。我就纳闷了，他的态度，就那个方姐，一直是个温柔娴熟的好个性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变了。见到我的时候，目光凌厉，振振有词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管方景呢？左右他不就是个小媳妇儿吗？他要再对你不敬啊，你就扇他两个耳瓜子，管得他乖乖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单福安不能得罪啊。所以我在劝他，让他好好伺候着嘛。他都快被人赶出来了。哎，不行，老爷子，你还得亲自出马，你得去圆圆场。我去。这也做得太心机露骨，太难看了吧？我好歹也是一方之士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反正骨子里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？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单福安他病了，这可是个大好机会。一来呢，你是个大夫，去看看他也是正常的；二来呢，我儿媳妇在哪儿，我去看我儿媳妇啊。你要干嘛？哎，咱俩一起去看单福安，我们当着他的面教训儿媳妇，这样一来他就不好赶他走了。哎，同兄请坐，您夫人请坐。啊，你们二位先坐一下，我到后面去取壶热茶。您别客气。那应公公亲自动手啊，让方景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小景，小景。啊，不碍事儿，我来吧，我也去活动活动。奇怪了，从我们进门到现在，方静也不出来招呼招呼，他到底是来这儿享福的，还是来这儿干活的呀？难怪人家要把他赶回去了。他抓了药还没回来吗？该回来了呀。人间爱与恨。
是根啊，做众生好事难上加难，要离